多漂亮！兄弟姐妹们，刚刚直播完，七哥就忆苦思甜了。你七嫂子给整的大锅，里边是大鱼，40斤的鲤鱼，炖的这个贴锅饼，还有麻花，烧的这柴火啊，这是真正的母亲节有意义啊！啊，你看看，这小的时候，是吧？烟熏火燎，哪有这柴火啊？太幸福了！这不能掀盖啊，不能掀的，可以掀。我掀一下看一下啊！天哪，天哪，幸福的生活呀！当年我理解的共产主义也就这水平啊！咱现在最在美国，这鲤鱼啊，几乎是便宜的不得了，几十斤一个啊。然后是鲤鱼，这是叫做砂锅，这叫鱼头贴大饼啊！你看那鲜花多漂亮啊！你看那鲜花多漂亮！哎呀，真好，一下子回赵家沟去了感觉啊！所以说中国人的要求并不高啊，也就吃这饭，过这样的日子，是中国人最高的要求了。太好，太好，太好！还有这味儿。哎，就是烧火和闻味儿的感觉比吃还舒服。今年的母亲节，今年的大直播，还有今年的阳光明媚，看着旁边这些花啊，实在太好了。实际上，未来七哥隐居山林以后就过这日子，过这日子，跟战友们一起啊，大家贴大饼子，然后弄点火烧烧。哎呀，太好了，勇者吧，兄弟姐妹们。好日子啊！身上的野花为谁开，又为谁败？静静的等待，是否能有人采摘？我就像那花儿一样，在等它到来。拍拍我的肩，我就会听你的安慰。